Hi, my name is Kai Won. 今天 ，Hi, my name is Kai Won. 今天要来跟您分享一个东西，就可以完全改变现场收音的各种问题，就可以让你的现场收音变成更简单。Hi, my name is Kai Won. 今天要来跟您分享一个东西，就可以完全改变拍片时候现场收音的各种问题，可以把。现场收音这个东西变得非常非常简单，让它更专注。你可以，嗨 ，My name is Kai Won。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个东西，就可以完全改变拍片时候现场收音的这一个工作流程，可以让现场收音变得非常非常简单，让它变得可以更专注听到你想要录的声音，而不是在那里一直调 gain 啊。如果你有两轨就算了，那你有八轨、十六轨，你要在那里一个一个调 gain， 是不是会花很多心力在上面？Jesus Christ！ Hi, my name is Kai Won。今天要来跟您分享一个东西，就可以完全改变拍片的现场收音这个环节，就你可以让现场收音的工作变得更加轻松，更加专注在听到想要收到的声音，而不是在那里调整一些。零碎的小事情，像是你如果录个两轨那就算了，你录个十轨、二十轨，哇塞，你这样子一个一个调 gain， 你真的会死翘翘。Hi, my name is Kai Won。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个东西，这是 Y。Hi, my name is Kai Won。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个东西，就可以完全改变拍片里面的现场收音。这个环节，这个现场收音呢，你可以 ，Hi, my name is Kai Won。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个东西，就可以完全改变拍片时候现场收音的这个环节。这个现场收音有这个东西之后 ，Hi, my name is Kai Won。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个东西，就可以完全改变现场收音的这个工作的内容。Hi, my name is Kai Won。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个东西，就可以完全改变现场收音这个框框里面的内容。Hi, my name is Kai Won。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个东西，就可以完全改变拍片。Hi, my name is Kai Won。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个东西，就可以完全改变拍片现场收音的这个环节里面的工作内容。你可以让收音这个工作变得更加轻松，更加专注，仔细听你想要收到的声音，而不是在那里零碎调整一些设定，去调整 gain 啊。如果你录个两轨就算了，如果你录个八轨、十六轨，哇塞，你每一个 gain， 你转场，你就要在那里慢慢一个一个调，是不是超累？啊，你因为可能讲话大声、小声，你也在那里慢慢调，这个都变成历史了。因为今天我们拥有了32位员的。收音设备，32位元的收音东西，32位元的收音设备，32位元的收音设备。那这样的东西呢？32位元的收音设备，32位元的收音设备。那我现在手中拿的这个应该是最阳春，32位元的收音设备。那这样子，我32位元的收音设备，32位元的收音设备。那这我手中现在拿的这个应该是目前市场上最阳春、最小的一个。
32位元的收音设备吧，这个是 Zoom 的 F3 Field Recorder， 就是现场收音的收音机啦。32位元的收音设备，那这样我手中32位元的收音设备，那现在我手中这个 Zoom 的 F3 Field Recorder， 这个应该是最阳春，现在市场上最阳春、最便宜、最平32位元的收音设备。哦，我现在手上32位元的收音设备，那这个我手中这个 Zoom F3 Field Recorder 现场收音的收音机啦，这应该是市场上目前最阳春、最平民、最简单。32位元的收音设备。